时哦，那个刚才我们很仔细的把那个题目哦找了一下，我快速跟你讲一下，因为那个有些没有来同学还看到这边。刚才我们把那个这一题有没有这个题目啊？我把它16题型全部表列出来了。那么其中有问题的部分就是在这个地方。其实应该说讲白点是这五种，这五种是不可以出现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出现反的时候啊，哦，如果你出现反的话，那么你从图来看的话，反的话是跑哪去？你知道吗？因为刚才我们定义说，只要是反面的话，代表是向上。那反就是向上的，也就是说你不能出现三个反才对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出三个反面的是反啊，有可能是正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边也会出现相对应的那种所谓的其他状况，所以这边答案其实是错的哦。你不能直接写 A 到 B 的，就等于直接 E 减掉它，因为我们讲的那十六种情形里面 ，A 到 B 其实只有几种。对，其实 A 到 B 的话，其实应该这样算才对，应该是两正两反才对，所以它应该是多少呢？应该是二分之一乘以二分之一乘以二分之一乘以二分之一，然后乘上的是四阶除二阶除二阶才对，哦，所以答案应该是16/6，这样才正确，哦，那答案给的16/11呢是错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多出的那五种是在这个图以外的东西，它不能包含进去里面，所以严格讲，你应该是把这个，如果要讲十六种的话，应该是要把除了 PQY 以外，还有另外那五种在这个地方，不包含图里面才对，哦，所以你的答案呢这边就这地方要修改了，所以换句话说 ，B 到 R 的话也应该是16/6才对，会啦哈，哦，所以这边呢就改一下，就变成了16/6乘以一，然后呢这里是16/1乘以16/6，所以这应该改成6才对，这样会啦哈，哦，所以答案呢应该等于，不好意思，这边把它写一下，等于256/6+16，28，哦，然后就可以除以四，除以四的话是多少？除以四多少分之七啊？除以四的64/7，对不对？哦，除以四的话64/7，所以答案应该是64/7才是正确答案。哦，把它改一下，因为这答案是错的。